哎，叔，来了，钟哥，我有四合金满上大包，26000，你看行吗？四合金满上大包，26000，你质量得想好了。不买啊，这是第一颗，这是第一颗，我靠，这么健康，水啊绿绿。你看这这边还有三颗，都是一杯同类的。啊，这第二颗，这是第二颗。啊，这是第三颗，这是第三颗，这个树干多。哎，咱都没这一颗的话哈，你下次发现没？咱都拿这颗就8000多。你看这个。这第四颗，这四颗不孬呀，两颗大袋的，两颗是不是小袋的？是吧？对。这个高度有多少？这高度啊，得2米7吧吧。2米7吧。拿米尺量的。拿米尺量下，咱看看哈，金玉馒头，底下是一个正贴吧？贴不是一正贴？长了一块的哈，这高度啊？长2米7。2米7。啊。这第二颗啊。第二颗。2米6，这是第三颗哈。第三颗的话2米1。第三颗2米1。这颗得2米6。这颗2米6。嗯。很健康，你看叶子看是。很健康，叶子很旺盛。看叶子。今年结的都是这么少啊？对，今年结的少才好嘞，明年就爆果了。明年就开始爆果，它的豆子秋天变红啊。对啊对啊。红彤彤的，上面很红果样。我是。故意拿的过少的。哦，你那时候选的时候选的过少。选的时候，这种选的你过少，你再点它成活率高。明年那个结的也多，成活率也高哈。明年再结满满。嗯。这个金玉馒头也叫那个谣传万贯，都说那个结的红果子一串一串的很漂亮。对。这玩意种家的很有讲究的。一到秋天它开变黄颜色，这里边也有果。上品上几年了？上品2年。上品2年，咱这颗别都是一个整体啊。这个这每一颗直径都得不下个10公分、8公分，你看这第二颗，都带着根盘，根盘特别好啊，特别旺盛，这一整体，一共是这么四颗，打包就是26000。哦，还价不卖？不能还价了。我今天看我放这多少，一年四季常青不怕冻啊，非常好的一个庭院造型树。今天的视频拍到这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喜欢小石拍的视频给小石点个关注，点个赞。